你肯定想不到这个化妆包竟然暗藏玄机，它自带个刷包啊，就刷子眼线笔啥的终于有地儿放了。化妆品就像这样平铺着，你就不用掏出来了，还能放好多面膜，上面这个拉链拉开直接就变成桶了。你是不是很疑惑我这一筐洗漱品啥的能不能塞进去？我加个速给你们看一下啊，啥叫大号收纳桶。我转我就不信塞不下，绝不绝？关键它合起来就变小了啊，然后外面是这种超级软的皮质，做工和质感我都贼满意，还防水啊，脏了一擦就。